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德老师，德飞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第三循环过去式以及复数型的一个练习。在上堂课我们教了 UNE， 以及 UN,UN,UN。好，那记得我们上次教过 UNED 啊，那实际上是 UNE 去一加 ED， 那 UN 的过去式是 repeating 再加 ED。教过单词有 pruned, tuned, stunned。好，那在这个地方啊，希望同学们记得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练习啊。那当然，今天一样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呢，在元辅一啊，好 ，vowel space e 的这个地方啊 ，vowel space e 的这个地方。元辅一的一个练习啊，跟这个元辅啊关闭音节时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在这边看一下啊。所以我们看 UNE 啊 UNE 如果有复数型，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如果有复数的话，它会回归于 UNE 啊。同学们来看一下 UNE 去 E 加 ES。所以这些同学们看到去 E 加 ES 啊，哦，那单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样 prunes, tunes, tunes。所以同学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啊 ，prunes 以及 tunes， 那我们有在发现这后面这个 ES 啊，去 E 加 ES，S 要浊化。所以 ED 也是浊化的一个发音，也是我们讲的 voice D 以及 voice S 的一个发音的形式。在 stumped 这个单词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在 stumped 它有没有 S 啊，所以同学们能看一下 stump 的 UN， 我们看有没有 UNS。 好，所以在 UN 的这个地方 stumped 是 UN 的这个单词啊，这个啊，如果是 UN 它的复数型，它是直接加 S， 同学们看一下啊，直接加 S， 这是我们念 ans， 记得老师这个 S 是浊化的一个念法 ans。好，我们来试着会念了啊。好，那再来这个单词有配合的首音有哪一些？好，我们先来找首音 G， 个首音，我们来第一个首音 G 啊 ，onside G， G， 个个个。第二个我们来找的是 R， r r r。第三个还是一样 ，st， st st st。好，在这个地方啊，三个抓进来啊。好，我们试着来念一下啊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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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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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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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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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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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s stands stands。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同学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讲发音啊。在讲这个发音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该如何变形啊，这个同学们要看一下。所以还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 UNE 以及 UN 在做过去式以及复数型的变形时它的一个发音的差异，而且该如何变形。从上面再一遍 UNED pruned, tuned, pr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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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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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nned, guns, runs, stuns, 希望同学们把今天这个我们讲的 vowel space e 或
怎么讲着元辅音的 close syllable 关闭音节两个的交叉比对，把它默背下来。同学们还是一样，陆逸璇中文老师、德伟老师在这边提供给你自然拼读规则、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留个言、按个赞、做个分享。如果你对语法、发音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留下你的问题，老师看到尽快给你个答复。以上就今天的教学，也谢谢大家收看。